大家好，我是郑子丹。叶文山除了有我和李小龙的师徒情，还有 Tyson 拳击对咏春，以及我和张静的咏春对咏春，都值得一看的。但最重要的是，这一次叶问对于孩子与老婆张永成的爱，还有不同以往叶问的面貌，在叶问山你都可以观赏到了。想了解更多叶问山最及时的活动信息，请大家加入叶问山台湾 Facebook， 12月31号全台上映，万众期待咏春影漫，终于等到影史最强叶问电影甄子丹强战拳王泰森，叶问山跨年元旦首选